为着让爱唱歌的学生有会当登上的舞台，秀水高中举办第33届健康促进合作杯豌豆浆歌唱比赛。这届比赛分作个人、团体唱歌比赛，加团体舞蹈比赛。学生伫舞台顶精彩表现，今嘛咱就透过镜头做回来看麦。为着要让学生囡仔有一个展现歌喉佮才艺的空间，秀水高中已经连续33年举办豌豆浆歌唱比赛。即届总共40队唱歌跳舞拢真够的歌手，要来做伙当场竞技。家长会甲其他男俊女也专工来个学校参与这场歌唱比赛，也来鼓励囡仔勇敢展现自我。很高兴哈，这个豌豆奖已经举办33届了。那身为以前的秀中人啊，真的是看到学弟妹这样努力的表演，非常的感动。那家长会会全力的支持这样有意义的活动，然后也希望说啊，在我们秀水地区啊，可以有更多的学生来就读秀水国中。那我们有很多的社团，有很多的活动啊，都在全县甚至于全国都是第一名，希望大家能够来参与啊，来参加秀中这个大家庭，谢谢。很高兴哦，可以来回来母校来参加今年是第33届的豌豆奖哦。豌豆奖它已经从民国49年到现在已经持续33年啊，俊宇也是秀中的校友，也过去也曾经坐在台下参与过这个豌豆奖的活动。在课业之外哦，日秀中在才艺上跟这个歌唱的活动上哦，培养出很多在课业以外很优秀的人才，然后这样子的活动哦，其实也带动学生在课业之外有更多的学习，更多的认识，也非常感谢秀中可以持续在这么多年的时间可以继续来办理这个豌豆奖不中断的办理，再次感谢我的母校。不管有得名还是没得名，学生都很努力去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透过唱歌比赛也来看出秀水高中在学生辛苦顶的用心。台中学生文林桂英秀水采访报道。